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但是身上老是多一块肥肉，减肥瘦身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大的烦恼之一。利用中医针灸埋线方式就能想瘦哪就瘦哪，这是真的吗？熏肚脐减肥有没有危险性？如何瘦得安心，从此不复胖？别错过今天的节目。美国最新研究，剖腹产的3岁儿童发生肥胖的风险是同年龄自然产儿童的2.1倍。为什么剖腹产增加儿童肥胖的风险呢？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家中的儿童过于肥胖？请锁定保健室电子报。健康同学会，同学会健康，欢迎参加五期健康同学会。欢迎今天老师的同学，保健室主任潘怀宗教授，潘老师您好。哎，大家好。中医师张家辩医师，张医师您好。大家好。中医师罗明宇医师，罗医师您好。主持人大家好。5年6班同学王瑞仁你好，嗨，大家好。5年5班受邀哥好，大家好，大家健康。今天我们一口气来了2位中医师，你看一男一女搭配得多好。最主要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在我们一般人非常受欢迎的中医减肥法。哦，对啊，西医就是吃减肥药嘛，哈，对，药，然后当然卫生署核准的药了，一些营养的调整。对，那中医的方法其实蛮多的，我想我们在座可能都是。都做过，真的吗？像我就身经百战。我那时候有做过那个，这个叫什么扎针的、针灸的，我瘦8公斤。哦，那时候是为了拍婚纱照，拍完了以后想说拍完了就好高兴就。那你那时候做同学会的时候不是也瘦很多吗？那时候有在用其他方法吗？那也是中医。哦，真的。对，所以中医会我良多。但我自己就毁了我自己。哇，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就想说，这两位医师身材那么好，一定是深藏不露，搞不好他们在身体里面也有埋了什么。哦，埋了针，我不知道，埋了羊肠线，是不是？等一下，所以中医检查一下哦。中医有好多大的这个减肥方法，都是市面上我们非常常见的，我们一一来看它的这个奥妙到底在哪里。好，节目一开始，潘老师先告诉我们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我们保健室一直以来啊，就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自然产啊。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台湾目前这个剖腹生产率呢依然居高不下。那么我们看到最近有一期的这个《儿童疾病档案》期刊里面发表了一篇论文，在2012年5月呢，是由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胡医师所发表的。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呢，他研究了1255名的儿童从出生到3岁的健康状况后发现呢。如果你是自然产的小孩呢，跟剖腹产的小孩来相比的话呢，那么自然产的小孩呢，他比较不会肥胖。那么剖腹产的小孩呢，肥胖率呢是自然产的2倍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就很惊讶，我说，哎，竟然肥胖都跟自然产、剖腹产都有关系。后来保健室去查了以后呢，发现说呢，不仅是西方国家发现有这个现象，在东方的国家呢，也出现了这个情况。在2011年11月份的一个欧洲小儿科期刊，你不要以为发表在欧洲就是西方的，不是，它发表在欧洲期刊呢，却是中国大陆湖南省长沙地区的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呢，在幼稚园里面的儿童呢，做肥胖调查的时候呢，竟然发现剖腹产的小孩子呢，比自然产的小孩子肥胖高达5.23倍。所以显然，除了西方国家发现有这个现象之外呢，东方国家也依然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哦。那么到底为什么自然产跟剖腹产的小朋友会差距这么大？那么其中呢，在研究报告里面呢，大家都一致认为有2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一般剖腹产的妈妈呢，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她体重过重，小孩子胎儿过大，可能自然产会产生危险，所以因此呢进行剖腹。那这个是呢我们不得不进行的一个部分。但是呢，有非常多的人呢是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而在选时辰啊，或者什么妈妈又怕什么身材变形什么的等等的，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哦。那么但这一个部分的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呢，他们可能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医护人员皮肤或者手掌上面的肠道菌，而这种肠道菌是不好的肠道菌。但是自然产胎儿所得到的肠道菌呢，是从妈妈身体里面得到的肠道菌呢，却是好的肠道菌。所以因此呢，在这个部分来讲呢，那么科学界一致认为说呢，自然产小朋友肠道菌呢，是要比剖腹产小孩肠道菌来得强得多哦。这个我们在保健室电子报也曾经讲过。不过呢，如果小孩子已经肥胖，
我们特别要提醒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的爸爸妈妈、祖父母，你们要会计算小孩子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如果不会计算的话呢，要自己去搞清楚了啊。那么算完之后呢，如果小朋友的这个 BMI 太大的话呢，不能够忽视他，你必须要开始处理。那我们要强调处理的方式呢，不是让小孩子不要吃，不是这样的，保健师不赞成这样的。我们希望做一些改变，就是呢，吃还是让他吃，但吃的东西要改了。第一，他原来吃白米饭的，把它改成全谷类，一样让他吃饱，不让他饿着啊。另外呢，就是呢，两餐中间的这个零食全部拿掉，垃圾性零食不能够再吃。如果要吃的话，嘴巴馋呢，也只能吃健康同学会介绍的健康零食啊。另外，饮料全部拿掉啊，三餐中间的饮料全部拿掉啊。最后呢，就是呢，如果要喝牛奶的话呢，把全脂奶全部换成无脂的这个牛奶。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还是无限制的供给他吃，但是呢，他的体重就会开始持平或者下降。那因为小朋友会长高，所以他每一年如果能够长高5公分的话呢，你只要按照保健室这个健康状况呢，小孩不仅健康，一年后升那个 BMI 值回到正常。所以这个就是对小朋友应该做的措施。在中医，你用针灸也好，或穴位埋线也好，大概1个月3到5公斤哈，这是在初期有这个效果，效果比较差了，发现都是晚餐那餐坏事了，晚上的淀粉啊、水果啊，吃太多了，是不是？我全身扎最好了，针越多越好，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其实是虚症的，那他就是用针灸的方式就越减越肥，其实有很多驼背的患者，你叫他挺起胸来，他之后1个礼拜甚至2个礼拜，他会发现他饥饿感下降。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好，今天我们要请中医师帮忙来帮我们减肥，对不对？对。那中医有哪几大减肥方法？很多，我们来看看哦。因为谈到这个减肥，也有人是一辈子都在努力的，对不对？一辈子都在努力，一辈子都在减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久的事业，就像慈善事业。对，永远都要努力，在那里，对不对？好，那今天是不是透过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哈，我们来看一下中医减重的疗法有哪些。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讲这个，这个针灸的一个减肥。好，那针灸怎么来做减肥呢？好，你看它的原理就是利用扎针刺激相关的穴道，我们调整人体脑部中枢来控制我们的食欲。那另外呢，针灸减肥可以加强促进我们的人体代谢，好，就是让这个脂肪不容易囤积在身体里面。那临床的观察发现，针灸减肥是以腹部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哦。那我们看到时间呢，是针灸减肥是对机体的一个调整，那需要反复哈，那不断的强化身体，一般需要坚持3个月以上的密集和强度的治疗，那搭配饮食调整和运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是不是针灸之外还要有其他的一些辅助？那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好，注意一下，轻度肥胖者、没有家族肥胖病史者，或者是腹部肥胖，那我应该也可以适合哈。我是轻度，肚子大一点的，你可能只要调整饮食跟运动就是，所以我需要扎针了，太瘦了吧？但是我针灸来讲的话，就是产后的妈妈，我觉得是最有效的。真的、对，因为她从来没有胖啊，只是产后她突然变胖，腹部的脂肪稍微多了一点，然后去做的话，效果会比一直肥胖的人效果好。对，那中医有6大减肥方法，我们现在先针对针灸减肥这个非常非常普遍的方法来讨论，一一跟大家来分享。对、那先问这个张医师哈，那这个针灸减肥方法为什么是局部瘦身效果比较好？它能为什么都扎在腹部？其实就是这可能是大家的误解啦。是误解。对，其实我们讲说我们会胖，其实有原因的。那比如说我胃口很好。好，那其实胃口好的时候呢，我们要想我们到底是哪个经络不通。其实有的人讲说啊，我都口干舌燥啊，然后我胃口很好，我看到东西我就很想吃。想吃有分2种，一种是心里有个洞不满足，一个是嘴巴有个洞不满足。如果你是脾胃，我们说脾胃火比较旺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腹部可以扎，我们足三里也可以扎。那另外一种是心里有个洞的，就是说他看到别人吃，哇，就好喜欢吃那种，对，那个就是说，其实我已经很饱了，可是呢，你硬要我吞一根饼干，我还是可以吞进去那种。对，那种我们就是说是那肝经疏泄不通，是。那有的是2种，
就是他脾胃也有问题。好，那脾胃有问题的就是冰冷的。那像你心里想的是扎哪里啊？心里想的话，我们就是第一个是三阴交，就是脚部的部分。都是在脚。对，然后还有另外，就腹部当然也可以针啊。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其实他吃很少，那他吃的很少，可是他就代谢不好。那有些人对，有些人他代谢不好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看是哪个东西代谢不好。在中医来讲，代谢不好的话，可能是跟水分有关系。那大概跟三焦经比较有关系。三焦经，我们就说脾里膜外，它那个东西代谢不好，就是叫痰。好啊，痰就在我们西医观点就是脂肪。对，哎，对对，然后我们就是针对一些三焦经的穴位，那是在手部，比如说像哦，我们说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压一下这个腋门穴。哎，那其实呢，就可以这样增进我们的代谢，这样。所以您比较全方位的来看待这个减肥。其实就是减重的话都是一样啦，会有肥胖，一定是不同。好，那听到您这样讲，那我问题就来了。那这样照您这样讲，是不是我全身扎最好了，针越多越好？也就是说，你刚刚又说有这个忌口的问题，又有心理的问题，那就扎肚子、扎脚，什么足三里又按手。可是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不痛？如果你是没有不痛，你一直扎，它是泄气。结果有些为什么有些人他其实是虚症的，那他就是用针灸的方式就越减越肥，所以不是越多越好。对，不是，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种方式就是这样子？哎，不是乱扎的。老师已经讲了好多穴位了。但是你看一下，看我们家这个图哈，当然这个男女都应该适用的了。对对，你看包括有五里穴哈，这是大巨穴嘛，气海、关元、血海。梁丘，还有刚刚讲足三里穴，对，血海穴大概就是我们减肥反复减肥两次以上就要扎，这边就大腿这边喽，对，那这里很痛。那罗医师你怎么看呢？是不是扎针越多越好，还是说有一些重点部位是你们一定要扎的？的确哈，在我们上次提到说，一般我们肥胖症大概都是跟我们叫气虚，就是运动少的。好，还有叫痰湿，就古人说肥人多痰，瘦人多火，就是说你的这个代谢不好，肥胖多，脂肪囤积过多，第三是肝郁，就是说你的气机不畅，你的整个新陈代谢、神经血管内分泌比较失调。那这些来说，基本上很多人以现代人，大家都是运动少，然后吃得多。反而很多是气虚症的，你用太多针的话，像之前电视媒体有说穴位埋线，他要一次扎50针，把吓死中医师了。哦，就之前的没多久的这种说法，那他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泻法，因为中医整减重啊，他一般都是强调是泻法。那有时候你太多针会让我们气机紊乱，你的代谢更低下，你的免疫功能更低下，更气血虚弱。那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说气就会跑掉，本来已经快没有气了。对不对？你就扎掉就泄掉了。对对对对对，太泄的话，你就觉得是可以用别种方法。对，我们还有灸啊，所以为什么会那么多种方法？原因就在灸。对，太多针了，回去就好虚哦，好累，好想睡觉。我倒希望我能够泄一些气。你真的需要哦。对对，你真的需要。不用再强调了。我们一般，但是你不必扎到50针啊。减肥3次以上都是气虚。就是你反复复胖的都是3次以上。那安德，我知道他一定要他必扎这个血海穴，血海对，要血池，对，血海深仇，血海深仇，要血池。来，俊耀有问题。不过哈，刚刚安德已经问了前面这个问题，我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会不会呢？你扎很多，然后会有感染的问题，而且感染的几率就变高了嘛，因为扎了很多针，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会不会？不会啦，这个我们都是抛弃式，没有人在抛弃式的，对对，用完就丢了。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哎，亲爱，你们刚刚那个针是从哪里拿出来？是从袋子里面拿出来的。哦，那借我们看一下。对，绝对不会有感染的问题。所以已经是抛弃式的。其实之前的话会，比如说你有膝盖，我们在那个西医的一些出诊单都会问说，你以前有没有针灸过？啊，其实现在真的都不需要担心了，因为我们这个丝了扎完。直接丢掉。这个针是什么成分呢？这个成分就看它有是钢的成分，对，不锈钢的成分，其实都很耗成本。那一根多少钱？敢问一下，成本多少？这罗医师有开连锁店，一定知道。一针的成本，中医是在3到5块。3到5块，那如果扎50针，哇，那个成本做服务的啦。做口碑的，对吧？这样才。其实我们现在中医很多都是服务患者的，其实可以张医师也知道，就是说他是人说有爱心出发，真的是这样子，人都高成本的。对啊。爱心出发，我第一次听到。全无忌扎针最多哈，扎针最多还是在肚子上面。对。那请罗医师帮我们介绍肚子上面这些穴位分别是在哪里？基本上我们在肚皮有几个穴位，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好。第一个就是张医师提到水分哈，在中医就认为说你肥胖的人。
就是痰湿水瘀，哈，就是水、嗯、水分在我们的肚脐上一寸的地方。肚脐上一寸，对，那一寸大概就一根手指头的指腹根宽，那不就靠近胃了吗？还没有到肠壁，我们肚脐的周围都是肠壁，然后就是刚才张医师提到中脘，就是提到是胃，就是我们的胸骨的下方，你容易那个火烧心那个位置，哦，那时候还是胃哈，大家有时候，哎，这个还不知道自己胃在哈，那我们现在讲这水分就是。古人认为它就是我们水湿代谢哈，刚才提到三焦气机不畅，我们就这水分肚脐的上一寸，大概一个指腹，对哈，这个水分它是任脉的一个穴道，它能够调畅气机，是蛮有帮助的哈。这个水分穴，顾名思义，水分穴，对，水分第一个穴，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介绍第二个叫天枢穴哈，好，它是叫做大肠的募穴，在我们肚脐的旁左右各旁开两寸，就三根指腹的三根指腹的宽度，自己的指腹哦，每个人高矮胖瘦不一致，对。那在旁边这个两寸的地方，现在就红标签就不贴了，叫做天枢穴，它本身能够让我们的肠道蠕动的调整是蛮有帮助的哈，肠道蠕动的调整是蛮有帮助的。那第三个我们介绍叫关元穴，关元，对，关元穴在我们肚脐下三寸，就四个指头，对，啊，肚脐下四个，对，就是我们的练功的这些气功练丹田的地方叫关元穴，那它本身就是我们叫补肾助阳，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运动少，所以你的代谢比较差，所以都在我们的肚脐旁边呢，对，所以肚脐上面量一指腹，对不对？左右两边量。三指腹，然后肚脐下面四指腹，很好记得，就分别是这三个穴，哦，讲得很快，对，你一定有扎过，上一左右三下四，哦，有没有很像围棋吧？对对，哎，你好厉害，我当然有扎过，因为我看医师哈，每次那个就是。当时啊，我拍婚纱之前去扎的，那医师非常熟练哦，这样弄咚咚一下就扎好了。对，会小小一点点痛，但是就像蚂蚁咬一样，那对。因为它的目的就是调整我们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哦，让我们的这个代谢比较好。可是主要的穴都会有这一些，那当然它有一些局部的，你哪边的脂肪你感觉都一样，吃到哪边你会发现，哎，下腹部或两侧。对，它会特别鼓起来。对，那时候中医师还有在左右两侧，对，那它就叫做局部取穴，叫类似阿是穴哈。中医的说，哎，哪里特别脂肪层多，我们就特别在那边多给它针灸或埋线。病患他扎针以后失败的原因通常是什么？因为看起来都很有效啊，像你看我也算成功的案例，但是反过来好像过了一阵时间也就失败了。那失败的原因跟生活习惯有关系。我们其实就是说，我们生活习惯会。造成我们的气血循环不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体态，我们其实太容易驼背了，所以呢，其实有很多驼背的患者，你叫他挺起胸来，他之后这几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他会发现他饥饿感下降，为什么？因为他本来是气机不畅，他气机不畅，他需要就是 immediately 急速的、快速的一些热量，所以他很喜欢吃淀粉类。那如果说你跟他讲说，哎，你从今天开始抬头挺胸，然后走路脚跟先着地，然后呢，一定要把你的身体的体型拉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对那个淀粉类就没有那么有好感。哦，这样子。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是睡眠。你睡眠呼吸代谢有问题，就是我们说肺经出了问题，那这个时候你也是对淀粉类很有兴趣这样子。如果你睡觉的时候梦很多，或是睡觉打呼，这种人都对淀粉类很有兴趣。所以看来这减肥要全方位才行，就是你的生活习惯、饮食方式一定要彻底改变。那罗医师，那你的病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常常应该有人三，或者是过一阵子他又回来了，你又发现说他比以前更胖，或是什么的。基本上哦，这个减重哦，中医减重有时候它是一个迷思啊，哈，基本上我很强调就是姿势减重，基本上很多是我们的自己生活习惯，刚才张医师提到姿势减重，那就是说你本身的作息哈，哎，你真的有差了，像安德为什么会复胖呢？就是说你后面可能也吃多了哈，运动不足啊，哈，不是，你婚已经结过了没关系，对，就是说你本身的你后面的问题，还有个停滞期哈，因为我们大约提到说，哎，你的停滞期，你到底是减掉是水分还是脂肪，还是减掉你的肌肉？一般针灸这样扎一次，我们要去几次，然后大概会减重多少？他刚刚讲说至少要三个，就是三个月，整个时间可能至少要三个月，一个时间疗程一段时间，一个疗程大概就是2到3个月啦。那我们是一个月观察一次一次的效果，我们都是一个月观察，平均会减重
基本上来说，在中医，你用针灸也好，或穴位埋线也好，大概一个月3到5公斤，哈，这是在初期有这个效果。对，那到停滞期的时候，反正我都很强调患者是姿势减重，就是你要自己怎么样吃的少啊，控制食欲啊，尤其是晚餐那餐。我像我这样效果停滞的效果，效果比较差了，发现都是晚餐那餐坏事了。晚上那淀粉啊、水果啊，吃太多了。那晚餐就跟家人在。那我请教一下，他每一次针灸的时候，大概要多久时间？躺在那边要躺多久？基本上我一般我在那边以我们中医叫电针嘛，针灸加通电哈，一般就是半小时，半小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脑内一些介质哈，跟我们减重代谢啊，我们下视丘脑下垂体这种神经代谢有关的物质啊，各位知道就多巴胺嘛，还有跟减重就五羟色氨酸，它这有关系，大概就半小时左右。哦，这样子，那这样子，我也有通电过哎，但是那个电也没感觉啊，基本那很麻，那麻到下面去哎，会麻到。没有哎，那电力太厚了啦，它的电力什么东西太厚？脂肪，还有不是脸，就是真的。然后我记得还没有那么长，就电针哈，跟我们传统的这种手法针灸一样，都要得气，叫做酸麻胀，有带一点痛，微痛。那没有感觉的话，可能安慰剂的成分比较多了。就是中药还是要强调得气啊，就是要有酸麻胀。那电针你就是给它通电，要有一种强刺激，用高频的，它的泄法的效果比较好。这边就要问一下，你现在是要那个高频的电久一点，高频啊，对，高频电，我干脆用那个电极算。开玩笑，潘老师，这个你怎么看这个针灸呢？因为针灸减肥看起来确实有某种效果，你赞不赞成大家做这个？其实你看哈，我们长期在健康同学会就讲哦，减重是一个生活习惯的改变，嗯。那但是问题是，大家一直都以来呢，就会舍本逐末，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呢，他不去理他，却是想要借用外力来处理，当然这是错误的了哈。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你想借用外力处理的时候呢，不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控制食欲，第二件事情就是增加基础代谢率。不论中医西医都急急营营的要做到这两件事情。那在西医来讲呢，也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100年来哈，跟这个肥胖大战呢，西医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为什么呢？到目前为止，中华民国合法的减肥药里面呢，也只剩下一个。对，只剩下一个，而且这一个呢，还只是让你的那个油呢没办法吸收。就是排油出来而已，其实真正要抑制食欲的药全部都停光了，真的。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在中枢神经里面的这一个控制食欲的中枢呢，你只要去影响它以后呢，它会有两个很大的麻烦点。第一个是影响它之后呢，也会影响心脏血管，因为它这个传导物质跟心脏血管的传导物质有点类似，所以每次影响到它就影响到心脏血管，所以很多情况之下。都是抑制食欲的效果很好，但是心脏血管的效果也很差，所以因此就是下有的是根本丧失不了就下市了。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才说啊，西医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根本就留不下来。那可是呢，中医呢却是一枝独秀的原因是，就是说它的这个不论是它的，因为它其实好几种减肥法几乎都类似啦，不论是针灸，不论是埋线，他们都会讲，不论是熏脐，不论是电针，它其实都是想办法要。降低食欲，增加新陈代谢率。那一直到今天为止呢，它除了有一些所谓的感染，或者是就是说失败的案例之外，其他其实副作用并不是那么高，没有很多了，几乎没有很高。然后呢，但是它当然它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它的效果也不会比西药来的显著。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西药它要不就很显著，可副作用就很大，然后就出局。那中医呢，就是效果慢慢来，温温的，没什么副作用，所以他现在一枝独秀。那针灸减肥是不是有不能做的？不太适合。对对对，我刚刚特别提到，有一些人是不要做的，因为我们要特别知道是说呢，在20岁以下，他还算是在发育期。刚刚我们的保健师电子报就讲得非常清楚，在20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我们其实不必特别限制他的饮食。反而是改变他的习惯。我刚刚已经讲过，白米饭换成全谷类的，然后呢，这个所谓的饮料全部停掉，然后另外像这个牛奶换成脱脂奶，这个我刚刚讲的很清楚。如果你能照这种方式做，其实小孩子的这个重量立刻降下。为什么？因为他还在抽查，
哦，所以因此呢，二十岁以下的这个，因为还没有发育完全，我们不赞成做这种动作。第二个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因为五十岁以上的人，他整个新陈代谢率都下降了。其实我们有一则电子报一直都没有讲出来的原因，就是说呢，我们有研究，世界医学研究过，对于年长者不能够随意减肥啊，真的，因为年长者其实他的那个是他的资本。几岁算年长？大概六十五岁以上或七十岁以上就不要再那个了。但是五十岁以上是不建议针灸，不是说不能减重，不建议针灸哦。所以二十岁以下、五十岁以上，另外你在生病的时候不可以。那你如果有出血的倾向，比如说你有血友病啊、凝血障碍的人，那当然更不可以啊。你打伤口在上面，另外你有皮肤病的啦、心脏功能较差的也不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我最后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大家：是每个礼拜卫生署规定是减重是零点五到一公斤，不得超过一点五公斤。麻烦大家永远记得这件事情。对，你如果一个礼拜减重超过一点五公斤的，都是不对的，太多了，都病态，对，都不对的。卫生署的规定不可以这个样子，对对对，太激烈了，太激烈了，对身体健康很不好。最夯的叫做中医减重，叫做穴位埋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容易吸收溶解。我们中医师都知道是尽量是直针，哦，扎到皮下的，哦，透过表皮、真皮要扎到皮下，而且要尽量扎到肉里面去，是尽量不要在脂肪或者是表皮，很容易过敏。你看这都扎坏了，你看扎这么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弹孔达到。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好，你看这个就是针灸的针，嗯，好，哎，这样很细耶，是很细啊，看起来蛮长的。但是罗医师，我们这个不会全部都扎在病人身上，对不对？对，是进去多长？基本上我们扎对大概一公分到两公分当中，当然你的腹部脂肪很厚的，我们甚至可以到二点五到三公分，就是医师的施术哈。基本上我就不能太深，会扎到我们腹膜里面，哦，会伤到我们的肠道的。嗯，那我有一个疑问哈，那为什么拔起来都没有血？是刚好你们都有避开血管，是不是？还是肚子的血管没很多？基本上哈，这难免会我们扎医师施术的时候，有时候太深，或者有时候扎到一些我们皮下血管，难免都会这种会出血，皮下出血、血肿。那基本上只要没有感染的问题，基本上这都伤口都会自己愈合的哈。所以有些 OK 啊，我们就鼓励患者热敷啊，不要去揉按揉它。因为像我以前扎的时候哦，是真的是一个还不错医师扎，他都有扎对穴道。为什么呢？我的感觉是说，一他没有出血，二呢他在扎进去的时候是酸酸的，就是酸。麻胀痛，对对，那对他就是那对弄弄的，但是我有也碰过他扎不好的，他下去之后是出血了，也有对也是有，然后就要拔起来再重扎。对，他当然他就拔起来，然后再换，他还好有换一个针头，然后再重新来。当他重新来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紧张了。他说：“你放轻松，王小姐，你放轻松好吗？”所以你也有扎过？有，可是我有瘦十公斤哦，那时候哇，对，然后。有复胖一点点啦，有配合什么药物吃东西吗？有，我有配合他的药物，减肥药，也是配合他抑制食欲的药物。哦，所以不是单一的这个，不是单一，而且我也用了电哦，也是有插电的。插电的，然后所以我还说那个插电让我觉得好痛好麻哦。然后那个时间很短，因为我大概只就是五分钟一次，我就受不了了。奇怪，那我那个通电的时候怎么没感觉？真的是停电。你的脂肪真的好厚。我想问一下，如果会晕针的人。人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再扎了？是不是会晕针？有些人会晕，就扎下去的时候，他就可能是头晕目眩，对不对？那就不适合做这种减肥了，对不对？对，因为特别你体质虚弱，刚才有没有提到，就是说你之前对我们中医叫过饥过饱莫行针哈，就你吃太饱太饿，体质虚弱，还有刚才提到老人家哈，特别那个针灸的强度，我们中医是会控制住的。你提这个问题是你会晕针吗？没有，因为我有去扎过针，我知道它上面你也扎过。我扎的时候是扎后面这边，上次那个肩胛骨哦，你不是减肥，不是减肥哦，了解了。减肥我可能，你看他们都说我不太需要啊。对，你确实不需要。但是你这个扎后面要非常小心。对，因为我最近才接到一个医疗纠纷，是在一个非常大的医学中心，嗯，也是跟你一样一个瘦弱的女孩子，她这个肩颈酸痛，嗯，她一扎以后呢，那个针刺进了那个肺部，就变成了气胸，对对，对这个你，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罗明宇罗中医师就特别提到，嗯，他说刚刚做这个针灸的时候，比较喜欢在四肢跟腹部，嗯，这就是跟解剖学有关系，因为在这个区域来讲，他的神经血管还有脏器
比较相对安相对安全，不是完全，你还是要非常有经验。那但是呢，在颈部，尤其是在颈部的这个后端、前端，还有胸前这个背后，都要非常小心的。所以那个小女孩后来就是气胸就变得。就没有办法上班，还是还蛮麻烦的。那中医还有什么其他的减肥方法？对、啊、还有很多的方式哈，我们再来看看哈。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呢？好，这是哎埋线的一个减肥哦。是、嗯、好，虽然我个人没有埋线哦，但是呢，我跟大家告诉大家这个原理是什么，因为它效果会比较持久哦。它的原理是什么呢？是根据呢患者的体质还有他的肥胖的机制啊，在相应的穴位上面埋入什么呢？蛋白质磁化线。啊，来抑制呢患者的食欲，减少呢胃肠消化吸收时间呢，每一到两周呢一次，以十二次为一个疗程。根据呢临床的统计哦，大概有80%在一个月内呢可以瘦3到5公斤，不易复胖啊。这个是对我们减重的人呢、啊、就觉得说，哎，这个蛮吸引人的哦。对啊，那适合什么呢？适合的族群是轻度肥胖者，没有家族肥胖病史的。哎，又是腹部肥胖的，肥胖者，对，这样子，所以埋线也大部分都是埋在腹部、啊。所以同学就要问啊，埋线减肥真的是想瘦哪里就瘦哪里吗？对，因为我有很痛苦的经验。哎，因为这个这样，如果跟刚刚那个针灸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感觉我自己感觉哦，感觉对。那这样马上我们的资料显示，对啊，这个埋线好像感觉比较有效，比较持久，他说不会复胖，然后对对对，那张医师是真的是这样吗？哎，就可是我要先补充刚刚一点，就是说我们说20岁以下的人不能够减肥，就是不能针减肥的穴位。可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族群，对，我们其实可以针长高的穴位这样。所以其实20岁以下还是可以，哦、因为其实20岁以下有很多小朋友跑步扭到。哦还是在针灸，是针别的，对，它是针别的穴位，就是说针对减肥，减肥这个穴位是比较适合其他的针灸的那个需要。那埋线的话，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还是第一个是一定要合法，就很多人他会去那个。美容院，这千万不要这样、啊。美容院去买，美容院可以做，美容院当然是不可以啊。不是，美容院怎么做啊？就剪头发，然后顺便帮你买。他做身体的时候，顺便帮你买线，对对，内敷护发，他就会帮你那个。然后甚至有的护肤护发还会跟你讲说啊，我老板是中医师，他教过我这样。千万不要，这一定会有感染，对，一定会有感染的那个，对，真的。那所以一定会有，就是我们可能之后会看到一些，比如说肚子烂掉啊，对，就是这样子情形造成的。对，没错。那刚刚那个医师讲的就是这个哈，你看，好，错误的减肥方法，正确的应该是这样哈，埋线，埋埋埋，好，埋什么线？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那你看这。都扎坏了，你看扎这么多，1、2、3、4、5、6、7、8、9、10、11、12。弹孔打到了，哎，我有一个扎坏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就输陈水扁总统。对对，我刚刚想到一个画面。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扎坏了。那这样子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肚子才会再好。可能啊，这肚子有点毁容，会永久的伤害。没有，所以我永久的伤害啊。我有一个很惨痛的经验啊。哦，你的经验是什么？我要掀肚皮给大家看吗？好，因为我有对，我有埋线哦。对，我有一个埋线，因为他埋一次的时候我就痛到我好像觉得我快生孩子，可是我就在国中的时候，国中就是埋线啊，然后他因为我国中很肥嘛，你什么想怎样嘛，难怪长不高。哦，人家说哎呀当归哎，那你去哪里埋线？我也是去中医诊所、哦、对，但是是一个老医师帮我埋线的，他埋进去还叫我14天之后回来取线哦，回来把线哎，把它拿回来，所以我不确定他埋的是什么羊肠线，什么什么鬼线，现在好像不用取线啊，我不知道是什么线，所以他现在在我的肚子这边，你知道吗？哎，请站起来，借这边一直有一个小洞。哎，真的耶！国中到现在就一直小洞在这边。哎呦，对，还好喝水不会。那个不是，确定那个线拿出来了吗？是洞啊，它就是肚脐在这里，好吗？请搞清楚，这个是我的小洞。那个洞，对，没有办法再没有愈合啊，而且我有腺浮肿的体质，就永久这样子。对，它当它插这一针的时候，我就叫死了，我就啊啊！哦，然后那确实它也有埋进去，埋进去，然后14天以后你叫我又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之后，我的伤口就一直没有办法，医师可能有老花眼，可能没有拿干净。我觉得好可怕，黑黑所以我就说我这个再叫我埋线。老中医帮你埋线，那你把老中医埋了。
没有，他现在草还蛮高的。没有，我建议那你可以做一些美化工程啦，哎、然后再弄一个那个牛环什么鼻环弄在这里、啊。不不不，不要再叫我做这件事情了。哎、这个，所以这个也肚脐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迷思，就是现在的医学进步跟以前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嗯。那可能是十几二十年前了。现在我觉得那个技术埋线的技术，因为我现在听到人家的埋线技术说，哎，不会啊，怎么会痛呢？对，怎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呢？好，都跟那个线是不是还留在瑞玲的肚子上？应该不会拿走吧？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线啊？我们一直说埋线，埋线。好，罗医师帮我们解释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对，这个哈，我们这是羊肠线哈。刚才我们俊耀提到叫羊肠线、嗯，我们现在最叫最夯的叫做中医减重，叫做穴位埋线，那就是目前现在我们安德拿到这一个，就是用羊肠线把它剪成一段一段，大概是一公分左右，泡在这个75%的酒精。所以是羊的肠子啊？对，就是我们现在外科手术线这一些的嘛，它是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容易吸收溶解哈，然后这个异化是分解的，然后不用拿出来，不用拿出来。嗯，对。那瑞麟那个时候会是什么线？在这个技术哈是近二十年哈，这个从我们对岸哈，从大陆中国大陆那边引进来的。那过去的确是用不锈钢哈加线放进去，大概2到3周要取出来。可是不锈钢啊，对，然后线圈哈加线放进去，所以那边有个洞哈。所以我是钢铁人。可是我先补充一下，目前哈这个我们台湾医生所有医疗界都很怕医疗纠纷。目前我没有听过因为像类似这种案例啊，比较听到就是刚才潘老师提到预防气胸这一块、嗯，中医是在胸背部比较不会有埋线，嗯、还有这个颈部的地方。了解。那我是来说明一下这个穴位埋线的作用。我插一句话，刚俊耀的叫做蛋白蛋白质化线，蛋白质磁化线就是羊肠线。对，羊肠线本身是一种异物蛋白，它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哦，那它是一个放进去之后呢，这一两周的作用会让我们局部的会产生免疫反应。嗯、不过它不会对一般人而言，它并不会很巨大，它只会觉得会促进局部的代谢，嗯、因为所以这个一根很细耶，然后短短的这样。对，大概一般中医就剪一公分哈、哦，那太短没效果，太长那你会可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免疫反应。因为 它一根通常是多长？大概一公分哦，但一公分左右，减一公分左右，因为蛋白质磁化线听起来像人工的，对，羊肠线听起来像天然的，对 对, 對，就羊肠嘛，其实是一样的，手术的缝合线，好、嗯，那在肠壁里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吸收，那它的作用呢？对，那它的我们一般我们这个目前这穴位埋线在我们中医界哈，90%中医是在做减重，就是用穴位埋线。嗯，哦，那针灸减重的部分，用那个针灸电针的比较属于部分了，大部分是从这个穴位埋线。那稍微来介绍一下它的材料，就刚才安德提拿到的那个浸泡过的这个羊肠线，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我们中医的这个是属于西医的注射针，哦，一般会选择22号的注射针。是哦。对，那这叫子母针哈，就是中医的针灸针。哦，再加上西的注射针，哦，中西合璧，好、嗯哦、叫子母针，好、哦，那比较不会痛，哦，就是注射针、嗯，跟我们打针一样嘛，注射针。那我把线哦塞进去，我拿一针，另外一针比较，哦，尽量强调无菌概念哦，无菌概念。好细哦。对，好、哦，各位看一下，就是西的注射针，再加中医的针灸针，嗯，把它塞进去，那把线放里面去，那你看我就可以推出来。哦，好细，就这样子针，就一公分哎、欸。对、嗯，好，这是我今天带的皮肤模型哈、哦，基本上会说，哎、欸，我们到底中医师平常临床是怎么针灸的哈、哦？对，就是尽量我们中医师都会知道是尽量是直针，嗯，哦，扎到皮下的，不要尽量扎到皮下哦，透过表皮真皮要扎到皮下，而且要尽量扎到肉里面去，是，尽量不要在脂肪或是表皮，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欸、有的埋线怎么会一颗肿起来了？对，就是太浅了哦，尽量扎深一点、哦，可是又不能穿过腹壁哦，会发炎哈、哦，就扎到皮下组织，而要穿过脂肪层、嗯，因为我们的穴位都是在肌肉层里面、嗯、扎进去，然后再把这个针呢把它压下去，就把那个线塞进去了，塞进去了。对，那好处像君耀讲的，完全没有副作用、嗯，没有说什么会感染啊，或者是说会过敏，是、嗯、而且持续，它是针灸的变形，就是它持续针灸。就是我们一般电针也好，你在诊所里面大概坐30分钟不能走，而且都觉得有东西在那边刺激你。对，那这个当下扎进去，就像打针一样，当下扎进去，当下的不舒服，有点酸酸胀胀，甚至微痛而已。好，那扎进去，那个线在里面可以到2周。
还有两周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中医师都请患者在两周才来埋一次线，那大概效果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在一周0.5到1公斤的效果。那如果扎在腹部，也是刚刚介绍的那些穴位吗？对，就扎腹部刚才提到的，手上指符的一指符，左右是3指符，下面是4指符，按着记得很熟。对，那最多可以扎几针呢？对，一般哦，我们现在临床中医师大概是扎10到12针，哦，那也蛮多的耶，就是说对腹部大概6-7，那应该不止3块钱哦。啊，应该不止。我们刚才讲的是，我们刚才讲是张医师的针灸针啊，因为他还有放羊肠线，有放线呐、啊，应该不止3块。这些医师的手艺啊，对，手工艺师的穿。我们讲是这种针灸针的针灸啊，就像跟你刚刚线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对，敢问一下，对吧？其实这个也不，这一公分大概也是3到5块当中。那再加针呢？最主要是哈，这12根线你要穿进去哈，像慈母手中线哦，真的是一个。那你也是做佛心来的喽？没有，有时候。技术还有是经验是无价的啦、啊。老花也在问说是哪个品种的羊会不会很？哎呦，我来问一个啦，比较震惊的啦。好，哪些不能够埋这个线啊？对啊，你不能说哪边穴位应该会有一些禁忌吧？对，刚才一直很强调中医的针灸也好，或穴位埋线，第一个就是我们会主要做的部位就是腹部，或者腹部对侧腰部。还有这个四肢哈、嗯，肉多的蝴蝶袖哈、的大腿的地方、臀部，这肉多的地方都还是可以埋。那比较特别注意，我想我们中医师都会特别注意，就是刚才潘老师有提到的胸部哈，这个心肺脏器的地关，还有器官，还有背部。背部因为它的背部的肌肉层也很薄，稍微深一点一样是气胸。还有刚才提到颈部哈，这边有颈动脉，还有一些重要的神经丛都会从我们的颈背部穿过去。还有这个我们的五官哈，这很少有人会做埋线呐、啊、很少会做埋线、哦。那当然也有包含了我们的阴部哈，生殖器也不能做埋线哈。特别强调就是说埋线的部分哈，你就是要注意感染卫生哈，这个伤口的处理哦，不能自己绝对像张医师提到，绝对不能自己做，很容易这个 对，很容易感染，乱找人血肿，对，有血阻肿的体质、皮肤过敏的体质哈、特别要注意。我再补问一个问题、那是埋线比较有效，还是针灸比较有效？他如果时间多的话，他针灸一个礼拜来3次也可以，对，也可以，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羊肠线我们说是就是类似发炎反应，然后一直在刺激那个穴位，所以你就不用来我的诊所刺激穴位这样。哎、可是我问一下，像我们喜欢泡温泉，那我如果埋线的话，我还可以泡温泉吗？有没有什么禁忌？就第一天不用泡。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有糖尿病的病人，就不能埋线。糖尿病不能埋线，而且埋线之后，它可以运动，可以干嘛都没有关系哦。对，其实就像我们打针啊，我们抽血啊，我们就大概就只有对这一天不要做任何事情。这一天不要做，然后后面就它就是一点小小的伤口，那它其实过了就好了，这样。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埋线呢？那其实哦，埋线跟针灸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呢，刚刚我想罗医师跟张医师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呢，你在针灸的时候那一刹那，我的针下去的时候呢，它有刺激到这个穴位。等到我针一拔出来以后呢，这刺激穴位的这个刺激的情况就会逐渐的消失。它不能够持续。可是如果我把这个线放进去之后呢，它线留在那个穴位上面。那由于它是一个异物，就是对身体来讲，它不是一个我们原来的东西，这时候就引起了我们的免疫细胞一直过去，所以这时候免疫细胞一过去，它就有轻微的发炎。对，这个轻微的发炎就类似你有一根针在里面一样，所以你埋那个线下去，就等于那个针一直放在那个穴位上，一直在刺激。对，所以那这样的效果当然比你的针刺下去又拿起来的那个效果来得久跟长。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如果针灸的话，刚刚张医师讲。我如果每次都要去针灸的话呢，我一个礼拜要去3次。那可是我埋一个线的话，我2个礼拜去一次。对，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次数就差很多。你不要小看这个，一般上班族你要一个礼拜去3次，2个礼拜去6次，跟我只要2个礼拜去一次，差很大，这差距很大。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针下去之后，它开始有效果，拿起来之后效果就开始减少。对，跟所以你的那个针灸效果是这种图形，对。然后呢，你埋线的图形是这种图形，这样，因为它一直在发炎，但是当然最后它吸收掉以后，它慢慢还会掉下去，对 对。所以到2个礼拜的时候掉到没有的时候，再去给它再埋，它又拉上来，再埋又拉起来。所以这个图形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效果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再从花费上来讲也不太一样，花费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我去3次，我要3次的挂号费啊、对不对？那我去6次要6次的挂号费啊，对不对？那可是我如果说，但是现在他们也有用疗程解决，对，就是我给你一个疗程，疗程就包在这个疗程里面去处理，对。但是
一样嘛，你如果埋线一次是两个礼拜去一次，跟你针灸是那医生的花的功夫也不一样啊。对，你不能说我每次帮你这样做都不算啊，对不对？所以从那个 cost 上面来讲也不太一样。可是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说你这个针下去，因为那个针非常细，刚刚你拿到那个针非常的细，对不对？对对对。对，它下去之后，它拉起来，它这个皮肤表面呢，几乎可以说是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愈合。哦。所以它大概不太有听过说用针灸产生伤口溃烂或者是什么的，因为这个感染比我们打针还要细。对，这个几乎是没听过，不是完全没有啦，就几率很低的啦。对。但是你埋线呢？偶尔还是会有，有听，就像偶尔对，那偶尔会有的原因呢？它可能是个人因素，它也不一定是跟医生有关，因为有些人他的免疫反应大，皮肤过敏反应大，再加上他又有免疫的问题，比如说他这个人因为生活压力大，免疫系统差，这时候他就有可能产生感染。所以你在埋线这个部分呢，一定会看到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伤口出现红肿热痛的话呢，立刻回去跟医生联络。对，立刻哦，对，立刻，哦，对不对？那但是你针灸就很少看到这一条说，如果发现红肿热痛，就看没，大概没听过这一条啊，所以我就比较针灸跟埋线就差别很大，嗯，对对对。张医师，那还有什么我们要埋线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天一整天最好就不要有浸泡的动作，包括泡温泉、泡澡、游泳这些都最好不要。然后呢，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多按压我们埋线的穴位，哦，要按，哦，你就轻拍这样子。嗯，那因为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那些东西撕起来以后，因为其实伤口是看不到，嗯，所以就会看不到其实我们埋在哪个地方。哦，看不到。对 对, 對，所以我们就大概记那个位置轻拍，大概记那个位置。哇，那如果埋越多的话就要记越多了，就不用记啊，反正打下去都有。哎，哦，这样也可以打过，反正就胖的就那些地方了，就散弹打鸟的话，反正总是会打到，反正腹部也就那些地方啊，我长在哪里做的地方。地方要多按摩或拍打，像我们请都要多刺激穴位。还有一点很重要，是不是下午五点之后尽量避免吃淀粉油炸的，哦？对，其实就是你不管是埋不埋线，或者是减肥，这点这点不用埋线你也要这样，是吗？是哦，对呀，啊。好，那中医还有什么其他的减肥方法？广安回来最后告诉大家。保健师一直提到，就是说呢，减重其实是生活习惯的改变。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减重的话呢，除了寻求我们合格的中医师跟西医师的帮忙之外呢，那么我们再提出所谓的七大禁忌，千万不能做这七件事。第一个是不爱运动，这不能做啊。第二个是吃得太快，不能做。第三个是不吃早餐，不能做。第四个是爱吃宵夜，不能做。第五个是应酬频繁，不能做。第六个是常吃垃圾食物，不能做。第七个是不断节食，不能做。我想不断节食这件事情我曾经提过，因为你挑战上帝所赋予我们的一个吃饭的一个功能，是根本永远不可能成功的。所以这七个禁忌如果你能做到，再搭配我们合格的中医师跟西医师的帮忙，我相信应该很容易达到一些目标才是。嗯，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你看我们还有好多的中医的减肥棒，你看这个是，这什么？这是熏肚脐的，熏脐的，这不知道有没有效？尾鱼肚的话，是不是用这样熏会？对呀，可能吧。啤酒肚，这就不知道了，这有待下回分解。这是可以减肥的。哎，对，没听过嘛哈，这样子，这不是抽烟的工具，这是熏肚脐的。对，那俊耀，你有没有针灸减肥过，或者是扎针？因为我为什么对针灸跟埋线我都没有，但是我都有去打听，因为什么我瘦二十几公斤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方法都进来。对，那你为什么？可是我很怕侵入式的，哦，所以我宁可怕痛。我找中医是什么？他配药啦，配什么啦？但是吃可以，但是要这样子扎好，就来因为什么？因为我的朋友啊，就是去埋线的时候呢，就埋出那个一粒粒一个凸起，哦，但还没有像凸出来的，对，那所以说我就看到，我就觉得说这个我还是自己先啊。不要针灸，把嘴巴缝起来就好。对，哎，不是你刚刚张医师讲的也有效啊。对对对，所以你是生活。